开饭了，家人们。太好吃了。他喜欢吃牛肉。老公，你介绍一下今天的菜系。今天菜系是牛窝骨、大虾，拌一个黄瓜、花生，还有那个木耳炝拌菜啊。我媳妇儿拌了一个那个面皮儿。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老公，你上辈子肯定是厨子，来，辛苦了。不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，这辈子当你老公。太香了。家人们，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觉得我老公做的菜有食欲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，谢谢家人们了。